樣嘢真係啱曬我。因為一站嘅演唱會買張票萬幾蚊都冇咁近。全貴啊，仲有傢俬啊，全部都齊曬㗎啦。最開心係咩咧？個環境好啊，你睇周圍，即係路人又出嚟飲杯咖啡，飲一路茶，跟住喺入邊行下咁樣，一家大細，直情係咩咧？做咗個禮拜六、禮拜日嘅消費人最多。所以咧，你話華哥真係好 nice 啊！今次嚟到現場咧，仲為我哋咁多商户咧準備咗一份嘅禮物㗎。哎呦，不如咁样了，我们有请我们居然世家的商务朋友，我们的领导嘉宾上台，接受这份礼物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掌声，有请居然世家广东分公司总经理石友仪先生，然后道格拉斯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邓柱彪先生，中山生活家整体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德英先生，还有中山市福悦卫浴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海涛先生。郎氏淋浴房副总裁向冰昌先生，盛诺东莞睡眠科技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江冰先生。